天起跳。在这区的周围生活的机能、特别的优化，我们走路就可以到捷运站。新北最大社宅三峡国光二期，一般八坪套房，内含冷气、瓦斯炉、热水器、床架和衣橱，预计年底完工，月租金曝光4000元起跳，就是算更划算的啦。我觉得还是要看位置、因为到学校的交通其实也很重要。9000。觉得偏高，因为这边其实不是什么市中心，可是就是这区特别贵，这样很不错。怎么说？因为我们现在有租补助，大概是补3000吧，补完也是低于我现在补完的价格。就连附近台北大学的学生也觉得便宜，看看三峡区套房租屋行情，从11坪每个月2万元高价位，从6坪到9坪不等的套房，月租金也都落在1万元上下，就会越来越高，尤其是靠近北大这边，很 OK 啊，我觉得可以，因为是主要是新房子嘛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新房子4000块已经很超值了。在地民众觉得 CP 值高，但想入住也有限制。国光二期社宅预计2025年上半年招租，租金才所得分级新制，套房约4000元起。资格限制必须涉及新北或就学就业在新北，而且在北北基桃没有自有住宅。以今年标准为例，家庭年总收入要在133万元以下，每人每月所得也要低于56000。我们会依照你实际上的所得来区分你的租金，所以如果说你是一般青年住进来，可是你的所得比较低的话，还是可以用比较低的租金来承租社宅。国光二期社宅有分1到3房的房型，明年招租时依照公告的最低生活费计算才会公布完整租金，总共921户，最低租金已经吸引外界讨论。蔡宜萱、蔡宜智询清。